王一博不绅士没担当，迪丽热巴的粉丝只说一句话堵住了悠悠众口。最近因为一场直播突发状况，王一博被指责人设崩塌，不绅士没担当。然而迪丽热巴的粉丝用一句话就堵住了悠悠众口，天天兄弟与众嘉宾以直播的形式一同助农，结果就来了这样一名不速之客，吓到了迪丽热巴，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。因为舞台上的所有人都在保护迪丽热巴，要么是与那名男子周旋，要么就是将迪丽热巴护在身后，唯独王一博依旧站在原来的位置不动。这样的画面传出后，很多人不去关心迪丽热巴，不去关心那名男子是怎么带着工作牌闯进来的，反而去吐槽王一博人设崩塌。是啊，迪丽热巴的粉丝，也就是爱丽丝，他们对王一博的行为都没有谴责，觉得没什么不妥的。而且王一博站在迪丽热巴的反方向，又生着病，最好的处理方法不就是叫工作人员过来把那个人带走吗？